您家的厨房是什么时候装修的？10年前、15年前，还是更长时间？我想大部分的家庭应该是在房子盖起来的时候，或者是在买卖时才会做厨房整体的装修。那几年下来，可能稍稍有一点点落伍了。所以呢，今天千瑞将带您参观时下最流行的厨房，保您大开眼界。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向导节目，我是主持人千瑞。今天千瑞带您来到的是 AirPod Home Appliance 的红木城的分店，这里你可以看到是装修一新，购物环境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家用电器呢是一应俱全，还有各个品牌的展示厅。那现在千瑞带你一起来看一看吧。观众朋友，看我后面这个超大冰箱，我超喜欢，特别适合我们家的厨房。当我把这个冰箱关掉的时候，完美的橱柜，非常漂亮。现在这就是一个厨房设计的理念，就是让你的厨房更加的高档、整洁、漂亮。所有的家电都是镶嵌在橱柜里的，不光是冰箱，包括烤箱、微波炉，还有所有的家用电器，甚至连咖啡机都是镶嵌在橱柜里的。这个咖啡机就是镶嵌在橱柜里面的，只要轻轻一拉开，哎，就可以放您的咖啡豆啊，放水啊，然后轻轻一关，什么电线都看不到，非常的漂亮、整洁、高档。那下面这是什么呢？看起来有点像微波炉哈，只要轻轻一点，这个微波炉就缓缓地打开，你可以把你的菜啊、饭啊放在里面热，非常容易清理，然后拿出来轻轻一推就关上。看到这样的设计，难道您不想拥有吗？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组烤箱组合。那有些人说，哎，这两个烤箱干什么用的呀？那其实很多家庭是喜欢烤东西的，比如说烤饼干、烤蛋糕、烤肉啊、烤鸡啊，那有不能在同一时间同时烤吗？那这有两个烤箱上下在一起就非常方便。你上面呢，这个烤箱可以烤你想要的一个东西，哎，同时在底下这个烤箱当中呢，可以烤同时烤另外一样东西，这样是不是很方便呢？很适合家庭主妇。哎，除了两个大烤箱以外，很多人说，哎，我常用的是小烤箱，哎，这个小小的烤箱就代替了我们桌面上曾经的那个小烤箱。打开以后呢，哎，它分三层，哎，有多方便呢？第一层呢是这种带网眼的这种烤盘，大大的啊，然后呢下面呢有两个小小的烤盘，可以适合烤同时烤不同的东西，而且这个感觉质量非常好。再看最下面还有一层，嗯，是个大烤盘，所以这个小烤箱也满足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基本的需求。结束以后呢，它还并没有完，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轻轻一推，打开以后，哎，像是一个储存空间，其实它是一个保温的一个烤箱。它右侧呢设有一些调节温度的按钮，所以你可以调节这个保温箱的温度。轻轻把它一关，再看下面，一推打开。这就是一个储物的空间，烤完的东西啊，不想让它变凉啊，可以暂时先放在这里，先储一储存一下。好，轻轻推，这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完备的，甚至是非常完善的一个烤箱组合，非常适合我们的家庭。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三星这款冰箱这边，这是 Family Hub。这个冰箱看起来真是好漂亮，尤其这个大大的屏幕，我超喜欢。它这个屏幕，你看它上面有一些 app， 包括呢它有一些菜谱，比如说你点击这个菜谱进去了以后呢，它会告诉你，哎，这些东西都需要什么东西啊，还有具体怎么做呀，包括你可以把你想要做这个东西的菜的原材料啊，点击进去以后，你可以在你的手机上，在外面超市的手机上就可以看，就可以直接买哈。然后比如说你想换不同的东西都可以。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哎，比如说我在不想开冰箱门的情况下，我想知道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轻轻一按就可以看到你的冰箱里现在都有什么东西，是不是很方便？这是科技无时不在啊！站在我旁边的是这里的华人销售 Benny， 你好 ，Benny。你好。哎，那现在在华人市场当中，华人比较喜欢买什么样的厨房家电呢？嗯，那么我们现在在华人市场里面呢，华人比较喜欢的还是美国本地本土设计的。所以呢，主要是包括那个 GE、沃普，还有 Maytag 等等各种牌子。当然呢，也有很多亚洲设计的牌子，比如说 LG 和三星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嗯，你也知道我们华人很喜欢优惠的。那在七月份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优惠呢？有，对，七月份呢，我们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最大的一个销售的那个时机。
所以呢，我们有那个不同的厂家的现金返还。那么呢，这个厂家的现金返还呢，并不是说每个商店都有的，主要是我们 Airport Appliance 才会有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 LG 或者三星，你买了他们的四件套的厨房产品的话呢，他们会有多达500块的现金返还。所以呢，详细情况还是欢迎大家打电话或者直接来到店里面跟我们的销售人员来联系一下。嗯，那班尼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买了你们的家电，最快多久可以送到我家？然后安装啊，或者是送达呀，这样要不要收费？嗯哼，对我们呢，因为在黑沃有一个非常大的仓库，所以呢，货源来说有些还是比较充足的。比如说大家今天买了，我们最快的话呢，可以明天就可以送货了，而且呢还是免费的哦。当然呢，有一些基本的家电呢，我们也是免费安装的，所以还是请大家来电话或者是直接到店里面查询一下。嗯，那你们提不提供一些贷款，比如说零利息的贷款什么的？对，我们在这方面呢也是有提供的，比如说我们有提供最多18个月免利息免费的贷款申请。也就是说呢，你今天来到店里面呢，就不需要马上付款，就只需要填表，以后呢就可以买到电器了。然后呢，你还是有18个月免利息的分期付款的，所以也是非常方便的。好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美国的这一个老牌子 Thermador 的这个展示厅了。嗯，听说这可是一个美国的老牌子，有多少年历史了？这个牌子呢是超过100年的历史了，就好像我们汽车里面的奔驰宝马一样，非常出名。嗯，一般的高档厨房呢都会有这个 Thermador 的这个牌子。那7月份有没有什么优惠呢？问得很好。对，你看我们这边7月份的优惠呢就马上就来了。他们这里这一个呢叫做 1-2-3、嗯，就是说呢买2件送2件的意思。嗯，就是说你买了一个他们的炉灶，他就送一个价值1399的洗碗机。还有如果你再买他们的冰箱的话呢，它就会送一个非常豪华的抽油烟机，也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优惠了。AirPod Home Appliance 成立于1981年，是家族经营的家电零售商，现在在湾区有6家分店，卖给您最适合的家电，发挥家电最大的价值，这是 AirPod 员工的目标。这里的员工呢，至少已经工作5年的时间了，所以他们对所卖的产品是非常了解的，而且受过非常良好的行业训练。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将为您继续介绍。